贵州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消息，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已发现43颗脉冲星。据了解，脉冲星是由恒星演化和超新星爆发产生，可探测引力波、黑洞等重要科学问题。研究脉冲星有助于解答许多重大物理学问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